据日本媒体爆料，43岁的酒井法子虽然事业上没有太大起色，但私生活中却开始了新恋情。他被目击与64岁已婚歌手山本让二不伦恋。据说山本让二的孩子本身就是酒井法子的粉丝，因此才开始接近他。最初只是拿些签名和周边产品的关系，但酒井法子被捕时，山本让二非常担心，还发信息给他，坦言一定会出手相助，请他务必要付出。正如山本让二本人所保证的，他举行演出活动时总会邀请酒井法子参加，还向粉丝鞠躬，请他们继续支持酒井法子。据知情人透露，酒井法子因此很感激山本让二，因为出事后圈内的朋友都离他远去，只有这一位还待他如初，因此也早有媒体预测他会因为感谢山本让二产生感情。山本让二支持酒井法子是事实，他们的确一起出席活动，山本让二的博客也有相关照片，还有粉丝留言希望看到他们在一起。但是山本已经结婚，妻子身体状况还不好，在这种情况下外遇实在不妥，但的确有人曾目击山本让二与酒井法子约会。酒井法子距离完全复活还有很长一段距离，但如果这次不伦恋属实，对于酒井法子本就不佳的形象又会有很大损伤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